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光。今天我们要来玩这个抽卡模拟器哦。现在看到我们这上面有很多的卡片，大家有在现实中抽过卡片吗？像宝可梦卡、游戏王卡，那个在抽之前的感觉，不是特别的期待吗？真希望里面的卡片会抽到一些我想要的卡片，什么金闪闪的卡片。那今天呢，这款游戏就是在模拟我们这种游戏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10块钱，先来抽一个卡包吧。哦。10块钱 ，Let's go， 我们看看哦，我们要选哪一包比较好？这包，哎呀，我们看一下，撕哦，来哦啊，烂卡，看起来就很烂，烂烂，哎，我有了烂，哎衰，好不好？有衰有衰，太衰了吧？这包也太衰了吧？怎么都是这种烂卡啊？这是可以跟人家交换是不是？看一下哦，哦，我把我的卡片丢出来。我说这是 Betty 哦，哦，还不错，再加再加注，拜托他加加多，成功交换，成功交换，他给我一张闪卡哎，他竟然愿意拿闪卡跟我换，哇，赚到50块，超爽的，哇，直接有50块，哇，我们现在只能抽这个10元卡包，等我们累积到250块的时候，我们再来抽，好，来来来，我们继续，哇。抽卡发家致富，哎、欸，拜托，金色的，金色的，给我金色的，哎呀，哇、哦，好帅哦！这个10个金币，哎，啊，这个有，这个有了，这个有了，这个有了，挺烂的。我们拿这张，拿这张来跟他交换。莫，不够不够，哎、欸，不够不够不够，不够，啊啊啊啊啊！啊，这样嘞，不够啦，不够啦，啊啊啊，拿不回来了，哭啊！好了好了，丢出去不应该，换到53块，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我们抽到一张仙人掌，超闪的，我觉得这个闪卡的这个制作做得很漂亮。我们有93块了，继续抽，我们继续抽这个。好，我们想办法先，好不好？先拿到250块，来撕。你现在已经越撕越熟练了，哎呦，又来一张10颗的，很棒很棒很棒，我看看，哦呦，哦，两张，可以，这个我要再多一点，再多，为什么这张可以换到这么多这个？哇，换，太赚了吧，我拿两。我拿一个攻击力3的，有没有直接换到60，太爽了吧！143呢，哇，我是黑店哎、欸！跟你讲，我这个不平等条约，别人竟然愿意跟我换，他应该是家里有挖矿吗？哎、欸，这样，哦哟，这是什么？攻击力很高是不是？第一名的，我、哦、这是什么？这我要按这个吗？哦，抽2个超强的，38块。我们拿这个重复的给他换，这张，莫，哇塞大哥，哇塞大哥，好，哦你要是不是？哎这样子，还要、啊、这个给你，你还要这样嘞，这样嘞，哦可以哦，哎，划算啊划算啊，哎呦，划算划算，100块，233了，我们再一次就可以抽一包。哎咻，这包，撕起来，我们看看到底，啊，我、哦、8块，不错，目前8块10块真的香。来来来，交换，看这个好朋友有没有跟我交换，来，再多一点啦、啊，再多一点啦、啊，呜、哦。这样，再多一点，哦，可以要这么多，认真可以跟我要这么多，你还要，啊，可以了，开什么玩笑，这个多一点。再多一点，好，这样，好，你要吗？这样子，还要这样子，哎、欸、哎、欸，这个很聪明哎、欸，
这样多一点。哎、欸，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好吧，不是很赚。这个人太精明了，257，我们可以来抽一包250块，究竟可以抽到多强的卡片？来，可不可以大翻身？我们看看250块，开起来，开起来，12，哇，141，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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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都很烂，呜、哦，113，呜、哦，141，赚赚赚赚赚赚赚，来来来来，还用这个，我用这个跟你换，可以啊。啊如果要再更多咧，欸，这样咧，哈，他愿意用这个140几块钱的这个跟我换20几块，他真的是潘娜，我们遇到潘娜了。这包来吧，来包来包好一点的，水57而已哦，71可以啦，还可以还可以，哇，还行还行，好，71，这样可以哦。那再多一点，29，再多一点，哦啊，这样嘞，他愿意啊，这样再多一点呢，啊，他要再多一点，好，这样嘞，啊，可以，划算呐，赚到了，赚到了，我们已经拿到26张卡片了。我们现在已经有1100块，我们想办法赚到2500块，再来再来再来，给我好一点的，给我好一点的，撕起来撕起来，基本上抽250都不亏，71，71，哇，连三张七十，哇，连四张七十一，哇，连五张七十一哦，29，再多一点，29，再多一点，好好好，这样。啊啊啊！多一点，他拿71，我看这样，什么？2张71，这样嘞？这样嘞？可以哦，再多一点呢？不行了，好好好，可以啦，可以啦，666，应该赚吧？1500了，来来，我们继续2500块，继续给他抽下去，这张，我看看啊，呵。开起来，15、12、29，呦，这很臭，250块只抽到191，我们看能不能跟他换，这样，29这样嘞，啊，这样嘞，看29、23，再多一点。是是是是，这样还是赚到一点啊，赚到一点，小赚小赚，好不好？1700了，我们看能不能抽到2500啊！来来来，这一张撕开撕开，12，我71还可以，2张73张71，喂，我57不是很好哎，只有329，我们看看29再多一点。啊，12、29、23，141的，好好好好，这样子，这样嘞，还要是不是？12，还要，这张给你，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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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656，我们真的是靠这种黑心的换法给人家赚钱的，我好坏啊，来来来，快有2500了。看我们2500能不能抽到一个超过2500的这个价值啊，好不好？来，开起来，12、29、71，还可以，还哦哦哦，来张彩虹，来一张彩虹啦，太弱了，再加57，哎呦，再加71，再加哦哦哦哦哦哦，71两张，好，太多了是，来，还要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赚吗？算赚吧，算赚吧，应该有赚，应该有赚，640，可以，可以，可以，还是有赚到啦。来了，我们看看2500了，各位，来2500的包，这个，哦，拜托，强一点，强一点，
94哦，75 150 75 375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哇，有点亏啊，2500116，不行，我们看看能不能跟他换到，哇靠，他那是什么938，那他要，我看看你要什么，哇，这样嘞，这样嘞，哈哈，750，180，180，三，哦，满了是不是？什么？你还想要更多？这样子嘞？这样子嘞？哇靠！超赚，超赚，超赚！3450，哎！哇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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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我们有3.5K 了。三哦，等一下，下一个等级是25000的包，哎，好扯哦！25000是要怎么搞到啊？哎咻！四，我们看看，来75 75 94 75 75 75 75，哎，很臭，好臭哦！哦哦哦哦哦哦，75，哇，什么鬼？4.6K 4600，哎 ，OK OK OK， 我们看能跟他压榨多少？我靠！好好好好，这边都给你，这边都给你，你要多少都给你，你要多少都给你，你那边太强了啦！这样，你还要，这个，这样，哦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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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起来换起来，哇，8500，太爽了！哦哦，9500，太快了吧！哇哇哇哇哇，好赚哦！我怎么赚？你知道吗？不是我抽运好。是我个爸爸哦，都会拿那种超强卡跟我换118375，突然有种觉得啊、哦，还好还好啊，还好还好，哦，哎、欸，好啦，连续出两次还不错、欸，可是你看 CP 值都很不好，你看都是只有1600块，我们花2500抽都是要靠爸爸的赞助，188不要再多一点，75烂，469可以哦，938，五、哦。哦哟，哎、欸、哎、欸，好，这张不够对吧？这张不够对吧？没问题，这张不够对吧？这张、啊、好了，375，这样应该什么？你开什么玩笑？不会吧？哈？等等，叉叉，这没合啦，多一点，469 169 188。375 375，哦，1 2 3 4 5，哇，这钱全给啦、啊、好啦，给你啦，给你啦，给你，应该小小赚，好啦，小小赚也行，小小赚就好了，好不好？3000也是钱嘛，对吧？来，我们2500再抽一次。哦，各位各位，拜托来个神卡好不好？怎么都抽不到神卡、啊？来来来，我、哦、来了，469 469 469 469 75 938，哦哟，哦哟，来了来了，3000块，这个 CP 值不错。75开什么玩笑？188开什么玩笑？哦，938，好，我们开始换，两张，这样子、欸？什么？你今天？再一张，哇、哦，2.3K， 再一张，9 9 9 9 9 9 38，再一张，啊，不行了是，啊、这张，啊、这张，应该怎么赚都怎么换都赚吧，对嘛？你看8000块，赚了赚了，跟他交换就是对的，哎、欸，已经15000块喽，要25000很快哦，我感觉，只要跟他持续的这样子黑电下去。75 75哦，750 188，好烂哦！来来来，大哥，再多一点，469再多一点，469再多一点，469再多一点，94再多一点，再多，哦哦哦，好、啊、好好，
这边有一个900多的，我们看不够，这样嘞，这样嘞，这样嘞，哎，这样就够了，哇哇哇，现赚4500啊，17万，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可以抽得到25000的包吧，来试起来。469是哟，漂亮，彩虹的啊，469，好、啊，为什么他都可以拿到这么强的牌啊？94，再多一点，150，再多一点，75，94，哦，938，这样，这样，这样，哎，这样就可以换到，可以，合理合理，3900块，好好好。我们这样每抽一次就赚3000-4000块，真爽！这个撕起来，哇，还好，469现在看起来就哦750，现在469看起来真的是还好，有没有？遇到他们都可以拿好几千的跟我换，就觉得还好了。188，750，哦，75有点烂，75有点烂。188，哎，这局有点烂，来这个，哇，用75就可以换到，太爽了吧！根本就是在送钱的，真的是来送钱哎，两万了，快，我们再抽一点点就有机会到25000块，撕，75烂，188还好，75，18875，375还好，好，我们来看看。188，469，再换，75，469，哇，938，375，好，来一，哈，你认真，我用一张75，你要跟我换，太爽了吧，4300块，来了，我们快到了，再三千，哇，和。很划算的赚钱方式啊，能不能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子可以赚钱的话，小光以后就去开那个、啊、开一个卡片店哦，然后就找一些人跟他换，有没有？你们就拿那种5块钱的台币的换那个卡片，看能不能换到2000-3000块的。好，来撕，75，375，75。还好，900块，没事。来，我们还有个干爹呢。你看，469，再来一个，469，再来一个，938，再来一个，375，再来一个，188，再来一个，188，哦，469，哇，不行了。好，来，我们这边很多75的哦。再来，哎，来，还要吗？再来，哈哈哈哈。成交，哇，3000块直接入手，我们还有2000块要打，来，再两千啊，开起来，哦烂，哦呦，这不错，哎呦，我一这再多点，188，哦，2300的，再来一个2300的，再来一个2300的。哦，不行了，好，来一、二、三、四，不会吧？五，哈、啊，哈、啊，好了，我牺牲375，不会吧？你要我全部退出来啊？好，4700啊，有了，来，各位，我们今天最后先抽一个25000啊。这一集就先抽25000，来我们看看25000块可以抽到什么神奇的卡片。25000一包，超贵，撕！哇，1500的，1800，3700，750好像就是有点弱哦，1800，1500，3700，哇，可是有点亏了10000块，看看375就想跟我换。再多一点，750就想跟我换，375，3.7，
9.3 1.8 好来这样我拿 1.5 的换好 1.5 不行这样哈亏哦感觉有点亏哦不会吧同学你开玩笑吗18003757509.3好来这样这样亏大哥这样哈同学这波换起来很亏9.3好我们先放这张还要再多9.3这样哈咻再多一点啊26.8还可以啦还可以有钱继续抽第二包好啦各位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抽卡模拟器我们终于抽到哦好吧也不是我抽到我们终于可以跟人家换到9700的战斗力啊这真的是神卡中的神卡那如果大家喜欢我这个抽卡游戏的话记得在下方点赞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